大家好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复习词汇。人、头、口、牙、耳、手、脚。那小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游戏，你们猜是什么图画？第一的什么图画？对，手。第二的什么图画？对，头。再来，第三的是什么图画？很好，口。第四，什么图画？对了，牙。现在呢，第五的是什么图画？对，脚。还有第六，什么图画？对，人。最后的呢，第七是什么图画？非常好，耳。小朋友，你们真棒！现在呢，老师要你们自己读词汇。我们开始。什么字？耳。再来，什么字？人。还有什么字？对，手。还有呢，什么字？对了，头。再来，什么字？对，牙。还有呢，是什么字？口。最后的那是什么字？对，脚。那小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学到这里。小朋友，谢谢。小朋友，